我是西瓜，今天是万圣节，所以我今天穿了一身史迪仔的衣服，就响应一下这个节日带来的 costume 的乐趣吧。不知道其他小伙伴会不会装扮一下，等一会我要去一个朋友家，他每年都会装扮他的家里，所以很有仪式感。如果能够征得他的允许的话，我会给大家录一下他家是怎么样的。我现在已经到我朋友家了，我是唯一一个变装的，好尴尬。别人都说为什么我穿睡衣。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他家的风格。这是我们奥克兰手做蛋糕 Dairy Cake， 可以找他定制蛋糕。我把二维码贴到这边了，免费打广告。我们像一起的吗？我来自蓝星，你来自白星。对，那个是现在的什么呀？还有这个，能配合一下吗？萨摩人吗？萨摩人，我跑了。太谦虚了，我靠，你看这个狗子 Angie， you see the dog？ 你看他铲子，我天啊。Do you have COVID-19?